我这次的作品，它其实是把四人非人的三个系列，有认知演算、电幻知觉，还有人造器官这三个重新做排列组合，然后再做了一次呈现，让观众在整个展场中就是体验被电讯号控制的这个状态。最原始的背景其实是来自监视资本主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科技跟我们接触的，它背后的演算的这个机制是什么？那我试图就是让这个演算法进入这个电觉当中，想尝试的去调整观众的这个认知，这样。他们会有预约，然后拿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电射片，他可以带上去，然后开始玩里面的装置。然后之后在体验当中，那他的舌头可以接触到展场中设计跟我表演中传输给他的这个资料。他可以用舌头看到东西，一种认知的延伸跟扩展。比较倾向是观众进来这整个展间的时候，他的认知可以被电吃到一些电觉的资讯之外，他能够有点上瘾的这个感觉，这样那些资料到他的舌头上之后，他能够慢慢的去意识到，在整个展场的感测器这巨量的资料传送到他这个小小的舌头上的这个知觉，就是我想把那个体验就是放大这样。